贵宾一位，欢迎光临罗马仙池。罗马仙池祝您条条大路通罗马。你谁呀、啊？你认识我？干嘛？啊？嗯，30多了，没有固定的工作。当演员，你去演也演不好。表演是我的专业呀、啊，大哥。长一身老脸，名字叫小王，想死也是应该。你想在临死之前做一件伟大的事？来给你一无是处的人生添点颜色是吗？要成小吗？那你多大了？应该是32，是有点行了。